Welcome back to EmRatThich channel,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 The video has the subtitle. Please turn on captioning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遵守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员义务，执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孙颖莎，宣誓人马晓彤。87年的一个成功是井冈山国际根据地创建60周年，但上面的台阶呢是60级。我们这边看到彭总统领导亲的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是曾经先后三次来了井冈山，在2006年。队伍串哎串齐了，前后串一下。可能就可以吧，放好了，可以，然后到后面以后再。可能应该是最近这两天。中国共产党人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同时，从井冈山也走出了一代伟人，他们为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走吧，来，有求必应啊！先打吧，我先看那个一会儿。哦，好。打了。这还可以啊。
啊，这个还行。上去叫下他吧，我来给你拍一张。我是张琪英的师姐，而且是很好的师姐。来下一位，来下一位，下一位，来，快点！球，来，下一位，有了，莎莎姐姐，我们那个可以。等一下，我这里。你站在这个，站在边上，边上不好啊。我给指导一下。小菊。再换一个吧，这里再换一个，上，我打过了，再换一个。哦，他行。2023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明天就将在贵州遵义拉开帷幕。今天下午，九支俱乐部的运动员们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今天下午2点开始，各支俱乐部准时来到遵义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适应性的训练。今年的乒超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明天将首先在遵义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男子第一阶段的争夺。参加男子比赛的9个俱乐部将采用循环赛制，取得第一阶段前四名的俱乐部晋级第二阶段。这比赛环境还是非常的不错嘛，而且场地非常大，我觉得整个场馆的设施和各种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嘛，所以今天也去适应了这个场地，我觉得这个场馆还是非常的好打，无论各方面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嘛。我觉得非常的好吧，然后也是很多年前来过遵义，然后这是可能时隔10年过后再次来到遵义，然后一进来这场地就感觉给我们营造了非常好的比赛环境吧。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比较年轻嘛，然后还是立足于去拼每一场比赛，去拼每个对手吧。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